彰化市公所28日在八卦山大火广场举行跨年晚会记者会，安排晚会中将登场新一的世纪美舞蹈学院女真当代舞团提前热场。市长邱建富表示，今年的跨年晚会移植到八卦山大佛前举行，环境视野优雅，同时邀请法师祈福祝寿，让民众感受不同于热闹喧嚣的倒数气氛。按2011年彰化市的这个跨年晚会，咱已经这个12月31日的夜晚7点。要伫咱八卦山大学头前来隆重来举办。那么咱今年歌星呢，员工邀请卡司非常的强，有咱蓝又时、咱翁立友、咱黄又新、黄文新等等。我的另外呢，咱的节目嘛非常的丰富吼，有这个各种舞蹈吼，甲社团学校做一个整体的结合，让彰化市民通通动起来，表演给所有。咱在雄金时代来参观哈，那么另外咱嘛借这机会来宣动大家来八卦山大佛来这来参加跨年晚会。市长邱建富指出，在地社区、大学社团、表演团体很多，跨年晚会提供他们表演的舞台，让社区的长辈、青年学子和民众一起同乐。艺人则邀请翁立友、黄文新、李刚林、蓝又时等自由发挥，节目丰富精彩。主办单位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共襄盛举。公益频道连线彰化采访报道。